大家好，欢迎收睇7月24号嘅 Lockin 股指分析。我系 Lockin， 八月嘅会员已经接受报名，会员 Webinar 亦都喺7月27号嘅香港时间晚上举行。嚟到月底咧，自然要睇一下过去一个月嘅成绩表啦。我承认咧喺一个月嘅高级会员嘅收益啊，如果系按照翻策略去执行嘅话咧，系比较差嘅。不过目前仍然系维持住每月正数嘅增长状态，虽然咧策略唔系必赢。而且世界上亦都冇必赢嘅策略。不过如果你系对2023年世界会发生嘅事嘅预测，同埋我哋应该点样去避开咧，或者点样去减低对自己嘅影响有兴趣，想知道嘅话咧，就记得喺影片下面嘅描述栏嘅网址度报名啦。过咗截止日期咧，先嚟话想参加嘅话咧，好抱歉，我哋系会拒绝你嘅报名申请嘅。开始正式今集嘅节目，进入第一部分市场分析。首先系道指。上个礼拜提到咧，升穿31,250至31,400咧，下一级就会到31,900至32,100。过去嘅星期四五咧就已经到咗，到咗之后要点咧？过去一个礼拜嘅升市啊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？虽然呢一张图咧并冇反应，不过喺过去一个礼拜嘅美股上升，整体嘅成交持续缩减。我可以话俾大家知，呢、这个情况咧唔净系发生喺美股，而系全部主要大嘅股市都有同样嘅情况，并唔系话喺度等紧27号嘅联储局议息，而系聪明钱同埋大户喺度等待紧市场嘅资金自然消耗。因为最聪明嘅方法唔系用自己钱去推动市场，而系用人哋嘅钱去帮自己推动市场。过去呢个礼拜，聪明钱同埋大户基本上都系冇中场去干预嘅，而系由市场上嘅人去自己去炒。当市场上嘅人嘅钱用到尽啦，肉锤砧板上，任由大户去割韭菜。下个礼拜向下就先睇住31,250至31,400，若果再跌穿就到30,500至30,750噶啦。第二个系 Nasdaq， 原本上个礼拜预期升穿咗11,750之后 ，Nasdaq 可以跟随住道指升到去12,350嘅水平，但动力比预期要更加弱。若然下个礼拜能够守得住11,750，仲有机会可以再向上试12,350，一旦跌穿11,750，就会到11,000至11,200噶啦，咁样就会变成跌穿短期上升轨。第三个是 S&P500， 上个礼拜提到若然在3,945至4,000做一个阻力，就会变成一个三顶的可能，之后走势会更加差，目前只是争去跌穿3,700就能够确认，下个礼拜如果失守埋3,945就会是向着3,700中发的了。第四个是上证指数，上个礼拜给了大家一个理想的走法和不好的走法，最后市场出现的是一个不好的走法，先升上去3,287再跌，下星期就看着3,185至3,210的支持，若然再跌穿的话就到时再讲了。第五个是港股恒指，上个礼拜给了大家两个可能性，如果是旧观众的话，上个礼拜其实已经知道港股会怎样走，因为港股大户从来没做过好人，从来都是走黑心的剧本，所以恒指先升上去20,740至21,000做顶，正当市场人士说可以重上回21,200-21,500的时候，港股就见顶并且单日转向，而我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了，如果是出现这个版本，港股下一步就是看着20,000，我的看法是跌穿的机会是挺大的，只是到底是在27号联储局议息前跌穿，这样就会有个反弹，定是议息后才是跌穿，这样就会跌得更加急，但今次跌穿20,000，我自己就暂时不会太淡了，反而有淡仓是懂得去获利平仓。进入第二部分，今集我的部署分享，由于走势是向淡，所以这个礼拜的 plan 是一个睇淡策略，好淡分界线在20,500，向下目标位分别是20,241和20,100，支持位定在20,540。如果星期一9:30后任何时间以15分钟的阳烛升穿20,500之上收，就可以执行 plan B 的向上追买，目标位分别是20,665和20,754，支持位定在20,450。再提一次，有兴趣参加8月的会员的话，就不要去到最后才去报名了，因为人手有限，早报早确认，觉得贵的话亦都不会参加，因为我的东西就只有更贵和不会减价。如果这条片能够帮到你，帮忙按一下 like， 这个 channel 是分享投资资讯和我对投资人生的看法，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，离开前不要忘记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， 投资涉及风险，投资者应该衡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才会作任何的买卖决定。节目最后部分会有完整免责声明提供参考，下个礼拜再见。